妈妈是超人三里，霍思燕跟儿子恒的互动真是搞笑又温馨。在新一期节目中，陈小春儿子杰斯帕尔出现更是令人惊喜。霍思燕问恒想打给哪个好朋友，给他说谢谢，恒秒回杰斯帕尔。当恒听到杰斯帕尔在视频里出现，恒非常开心。杰斯帕尔还立刻分享玩具跟恒看，之后杰斯帕尔再拿个恐龙玩具跟恒看，恒见到都不服输，立马拿出自己的大恐龙出来，两个隔空玩具大比拼。之后杰斯帕尔再跑出去拿个超人，恒听到就说我也有，两个人还激动到隔空对打。霍思燕变成一个手机架，但是过了一会儿，恒突然很感性的说道，谢谢你在爸爸去哪儿里帮了我那么多，谢谢你，你成为了我的好朋友。杰斯帕尔回复道，不客气，没有关系，你不用说。恒跟杰斯帕尔说拜拜时还对着视频亲了一口，他俩之间的互动可谓相当暖心啦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